哎，从这边开始，十抽，不对，应该是要算五抽吧，十五，这底下还有十五。十五，啊那 ，OK， 没修偷偷，好、哦，两百就领一只哇 ，Long Shoe Star， 啊，保底勾的洗，难得。二十五，没修，偷偷，哦，这保底金，嗯，一二三，三金了，嗯，去，连点变色的情况都没有，哎，弗莱弗莱，弗莱弗莱 ，L， 哎，怎么了？福莱是 不管用啊，没修偷偷理事长啊，理事长都不来，我卡，好怪哦，那个字都没变呢，五十抽了都没有变一个字都没变呢，六十五。偷偷塔子呢？哎，你看四个福来，太强了吧？哎，七十五嘞，没半彩，有这么毒吗？七十五没半彩。斯纳桑可以换个门吗？换一个门啊 ！Favorite Star 终于有升格的可能性了，终于换自闪了啊！哦哦，要是偷偷吗？啊！掉错人了，为什么掉到这只？卡莲奖我是没有啦，卡莲的哪一个啊？可以啊，掉一个我没有的也算是好结局，终有一彩了。克里克，继续啊，继续保杀克里克。哦。啊，他的领巾好像有点彩色的感觉，不对啊，是另外一个胸部，另外一个胸部啊，不是你另外一个胸部，哎，我的无常都没了、欸，被抽干了，塔子呢？哦。哦，塔子呢？四分之一的机会，四分之一的机会。噗噜嘣！是噗噜嘣！黄波，我已经抽几次了？黄波好像很多次哎。这样子几率算回归了吧？还差一次哦，还差一次。不，喂！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扯哎、欸，这个每次都是活动过了，然后他就跑出来了。每次都是 pick up 完隔一次，然后上一次的 pick up 脚会疯狂跑出来。水肥粥水肥粥，嗯，好，
水杯粥。好好贱啊，水杯粥。迈入100周了，给酷！啦啦啦啦啦啦啦 ！K， 可立可，可立可之力。刚刚放福来都没有东西啊，看福来一直来。再给一次机会啊，可立可。嗯，黄色的领巾。嗯，一三五。大的大的大的，哈哈，哎，怎么那么常来？一四五，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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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0分了。嗯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哦，你看，15分定律，他换字了 ，Fairy Star， 有换有机会啦，那个 Long Shoe 根本就是。很白的，有坏有机会。King， 格鲁奇，他那个帽子，格鲁奇的帽子。那等于说消耗一个升格的可能啊，没有啦。可是有坏就有升格的机会。哦，又升一个哦。哎，为什么可以重复那么多？那么多没抽到的还可以抽到重复的，是怎样？你看这个15分定律，15分定律有没有？啊 ，Angel 可不可以克？Angel 是 Google 的系统啊。哎，有左可以克哎，对，是歪那个苹果的地方，苹果的问题。哦，苹果那是很麻烦呢。这苹果系统还是有它的好处啊。第一次克到被锁。一五五啊，可能要50分了，过了那个时间了。一六五，可是弗莱前面一直都没有表现到。黄色的，哦，来了来了，这确定了，才刚说他没有表现。歪也可以歪个我没有的角色吧，真心歪。不过他这样子也算是那个吧，有算你回归了吧，这样子的表现算回归了。现在已经是求能歪到我没有的角色了。黄色的时代，字幕版的 Fairy Star 有升格的可能性。哦，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想要新角色。希罗马奎，哎，这可以，这我没有。这个我可以接受。要打什么？白坤、肌肉麻奎，我可以接受。好好好。哎，我发现理事长也不是绝对是 pick up 哎，因为我看别人抽理事长出现，也不会是那一当期的 pick up 哎，那也可能是你重复的角色。95了，你就歪到底吧，你就歪到底吧。我要时光打没啦，好啦，就单抽补到200吧。嘿，
吸引到帝王我也爽啊，至少我可以歪嘛，我都已经偏紧保底了，我就歪一个我没有了就好了。啊，滚嘞！莱昂九九，单抽出奇迹，并没有，4.04分了，过了，最后的150，哇，抽干了，完全干干净净的，King。200了，紧了，所以这样有246，200抽6只，真的还真的是3%哎，还真的是3%。OK， 其实我看不懂他那个云是什么意思欸，那个云是那个他们的汉堡那个吗？萝卜汉堡的意思吗？那个是画面闪太快了，那个云是萝卜汉堡的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没修 total， 干干净净。